爷爷，我回来了。您今天好点了吗？柳三哥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爷爷，爷爷，你对我爷爷做什么了？爷爷，大惊小怪。爷爷，哎呀，真舒服啊！哎呀，啊、爷爷，你这腿好了，站起来了。我这腿呀、啊，多亏了三爷。小兄弟啊，感谢你啊，赋予了我第二次生命啊。缘分罢了。柳三哥哥，爷爷的腿是你治好的。谢谢你，柳三哥哥。多西呀、啊，你这位朋友可了不得呀，他可是咱们家的恩人呐。以后你可得多多的跟他交往啊。太好了，爷爷你好了，谢谢你，柳三哥哥，我会报答你的。算了，以后少联系我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。不行，以后你们俩得多多的来往。不可能，我上班去了。哼，走了。柳三哥哥，改天去看你。哼，爷爷，你这腿好了，痊愈了。若曦啊，不过今天这事儿啊，你要替爷爷保密呀、啊。那为什么呀，爷爷？因为你呀、啊。我要继续装下去，要不然呀、啊，不知道咱家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你怕你上当受骗呢、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爷爷。话说回来了，这么多年呀、啊，我管你呀、啊、紧紧的，是怕你上当受骗。你现在呀、啊，年龄也到了，也该谈恋爱了。哎呦，讨厌爷爷，说这个心干嘛？运气好的话呀，或许你将来能见一个大人物的。我看呀、啊、这个有三小兄弟啊，他人就不错。爷爷，他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他就是个保安。傻丫头，看人不能看表面，看现在，要看未来。好，知道了，爷爷。嗯，都听您的。好，乖。这位大小姐，我过来告诉你一声，合同你家老爷子签完了，就不麻烦你了。不可能。不信你问他。是的，老爷子已经把合同签好了。什么？老爷子疯了？老爷还嘱咐这个保安兄弟，以后就是林家最尊贵的客人，可以来去自如，林氏集团必须帮助他。什么？听见没有？他都说了，以后我是你家最尊贵的客人。还有这水果我拿走了啊，该谢谢我的应该是你家老爷子。走了。你都出来吧。柳三先生，你们就是黑泽新组建的利刃呐、啊、是的，我现在要下达一个紧急任务，请您下吩咐。给我凑10块钱，我没钱坐车坐公交回公司了。走走走，最后凑10块钱。殿下，我们现在出门都不带现金。你翻翻你鞋底裤兜啥的，你看一看，你不带现金。10块钱没有，快点快点快点。我是真没有。什么？你没有？你往哪儿没？白痴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老大，最近过得挺拮据啊。废话，赶紧给我拿10块钱，我没钱坐车回公司。还有钱呢？你肯定有。你快点，你鞋底什么你肯定有，赶紧。你给我的，你给我留一块。你少废话，10块钱换10亿美金啊！自己去公司提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老大，谢老大。你找我干嘛呀？公司的文件，积压的文件，好久了，签一下，给我时间。就这点事儿啊？嗯，行。你慢点，盖茨和那个沙特王子天天催我。行，去。哎，严总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必须拿下呀，搞定。真的？你看，签好了。严总，不过说回来啊。我这次的活动经费我有点花超支了。没事没事，只要拿到合同就好了。你花了多少钱啊？哎呀，这次我为了签这个合同，我可真是下血本了。我买了5斤苹果，3根黄瓜，花了50多块钱呢。这个月我就这点零花钱了。您得给我报了这个啊。行不行呀、啊、给你5万奖金。5万？严总，真的呀、啊、当然了。哎呀，谢谢严总，太谢谢了。哎，你是怎么办到的呀、啊？严总，这个回头啊，等您不忙了，我慢慢跟您说。这事儿刚刚落定，我觉得您得休息休息了。
我觉得是时候我再给您按摩了，严总。好，再给您按啊。嘿嘿，哎，严总肯定累了。这回股东们无话可说了吧？装傻的感觉真好。喂，喂，老大，那合同你签了吗？沙特王子天天催我，催得我都烦了，他再催我我就扁他了啊。好，我这就签。啊，坏了，给错了，把白池给我的合同给严总了，里边可是涉及到全球一半的财产文件啊，这还不得把严总吓死啊。喂，白池，合同给错了，把你给我的文件让我给严总了。那我得弄一会儿给你送过去。我说你是真白痴啊啊！严总看到里边的合同还不得给他吓死，那怎么办啊？合同让他放在保险柜里了，我们得拿回来。您知道密码吗？不知道，我们需要找一个会开保险柜的人来。黑泽就会，我们这就过去。好，一切行动听我指挥，千万不能暴露我的身份，知道了吗？嗯，好，好了。南非危机我就没有亲自出过手，堂堂领主要去撬锁。哎，艾德丽丽，严总您忙着呢，您现在有时间吗？怎么了？说。严总，我犹豫了好久，有些话我想对您说，您给我出了一趟。什么重要的话？你就在这儿说呗。不，严总，我现在五脏俱焚，无比难受，心里十分的不舒服。严总，您给我出来，这几句话我一定要对您说。神神叨叨的，走吧。好，严总，走。接个火，我不抽烟。嗯，这个烟，神经病。文先生，你找谁？你是我们公司的吗？对，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，可是您的妆有点卡粉，我建议你去补个妆。是吗？严总，坐啊，你坐啊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严总，对了，严总，你看到远处的太阳了吗？看到了，怎么了？你看到了，你快说呀！我快说，我，严总，我辗转反侧，内心五脏俱焚，我实难安啊！我想这个事儿啊，我还是和你说吧，严总。我们可能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啊，你有可能是我亲亲的，严总。嗯，是这样，严总，你看本市姓严的就你们一家了。嗯，我父亲叫严立成，你父亲叫严立民，只差一个字儿，我们可能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啊，严总。啊，不会吧，严总？你看啊，看在我们是失散多年亲兄妹的份上，这个月工资你能再给我加点吗，严总？我看这亲啊是攀不上了。为啥呀？我本来也不姓严呀。啊，我本来姓杨，后来改姓了才姓严了。你要是姓杨啊，说不定还有可能。不对啊，不对，严总，这事有点乱，我捋一捋啊，我捋一捋。其实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我没改姓。我爸实际上我呀，原本我就姓杨。我也没改姓，我本来就姓严啊。严总，对，我捋捋啊，